说到基隆，除了庙口夜市，你还知道哪些景点呢？位在基隆东岸旅客中心三楼的丽都蝶客花园，是基隆最新的打卡景点。每周假日固定举办甲板派对市集，除了邀请基隆当地文创业者社团，更透过 AR 虚拟实境来实现与金沙共游的情境，让一大群的金沙鱼群出现在基隆港，美丽又奇幻的景色吸引许多游客慕名前来与金沙拍照打卡。结合科技的限定打卡景点，自即日起至7月20日，现场还有驻唱歌手连番上阵。演唱着许多经典老歌，相当热闹。平时的丽都蝶客花园也是很棒的观海平台，更有艺术装置可以一起入境。地点距离基隆车站及庙口夜市不远，可以和家人朋友安排一趟基隆假期。公民记者李亮明，基隆采访报道。